台北市万华区青年路168巷一带，指称其友人湖南94年次于上述时地遭二男胁迫上车带离，查被害人湖南不明原因遭两男带上自小客车后驶离，附以湖南手机定位系统查得动向，位处新竹县竹北市中正西路，本分局随即通报竹北分局竹北派出所，派人协助拦截，寻据成交二男，二嫌坦承因网路留言与被害人产生纠纷，双方商谈赔偿和解金而未果，心生不满而胁迫带离被害人，接续谈论全案讯后依刑法妨碍自由恐吓及伤害罪移请侦办。